中国人提茄子和其他地方提到茄子的感觉是不一样的，我们觉得有一种情怀在里面。对啊，以前的老菜里面有一个叫茄子，茄子烧鲶鱼，烧鲶鱼。其实那道菜里面呢，在以前的北京菜里面啊，只有茄子，没有鲶鱼。对，因为鲶鱼在那个时候也是很贵的，很珍贵的食材，不太容易得到。那么其实就是把茄子烧成鲶鱼的味道，或者能丝丝感觉到鲶鱼的味道。我们现在这儿做呢，纯做黑鳕鱼呢，我觉得有点不足，是因为如果茄子的汁水和鱼肉混合的话，形成的复合味道会更好。同时呢，茄子也包裹了黑鳕鱼的这种香甜啊，这种鲜香的味道，我觉得相得益彰。所以这两个菜，我觉得全是我在这家店里非常喜欢。所以取名驴打滚。这个是啥呀？这叫爱窝窝，这是一道清真点心。里面是什么？里面应该是豆沙馅儿，是一道清真回民喜欢吃的，因为北京的点心里面有很大一部分都是，就这个也是，说是宫廷点也好，都是有很多都是用清真的小吃的。我觉得你喜欢的一件事儿，基本上都会成功。因为我在中国也做了很多品牌啊，我觉得我是因为喜欢，你的这份真诚会打动客人。所以我觉得从生意角度来说，就是赚多赚少的问题，还是一个，你比如说画家，他会晚年会很开心，因为他还能画，而且他每个画的东西就会又融入了新的东西了。做餐饮也是这样啊，我觉得要不断的学习这种好的有意思的东西，然后装到自己的这个融入到自己的本身的事儿里边来啊。这次回中国呢，有可能我会开个牛排馆，有了钱以后就开始想享受生活了，要开始玩了，这就不行，而且没有变化的这种欲望，这就不行。那不停的，永远不变的是应该随时在变，就是你不停的去调整自己，老板对这个行，最开始对其他的都是不关注的，所以我要时刻提醒自己，一直对这个行业保持新鲜度，保持专注。而且看这个干式熟成的技术啊、设备啊，然后去比，有的时候是低温慢烤也不错。我觉得低温慢烤也是一个像劳伦斯的那种低温慢烤也不错，那个大蒜餐厅的牛肉也不错，就是那个它有点很不太容易控制火候，有的容易做老了。我还是举这个例子，是去过几次，我觉得很老的一家店了。就中国也吃蒜，我很难想象美国人吃蒜是什么样，因为蒜的味道就是很重嘛。还有一道菜就是用橄榄油煮的蒜，那个蒜纯熟，全熟。中国人就不会这么吃，他觉得没有蒜味儿啊。但是这儿吃起来呢也很好，很入口，很绵软，然后呢，像山药的感觉，山药的口感一样，没有任何蒜的这种辛辣的味道了啊。相反，他把蒜的这种柔美的这个方面展示出来。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看到的不一样，牛肉会更好，因为美国的牛好，在中国做这道牛肉啊，需要上浆，就是牛肉要用淀粉和鸡蛋清，要浆，但是在美国不需要，因为它已经够滑啊，对，它肉够嫩，肉质够好，我们就直接做就可以了。